係有招即轉嘅。我對住個 cam 收到啦。呢句咧係嗰啲 YouTube 咧，咪有啲精華嘅第一句。即我都估唔到，原來招職都會有 CPC 嘅。即我哋演員，即我啊，我本人就係覺得，喂，屌你嗌唔到我的名字，我先成功。你講唔係佢哋即我哋排戲啊嗰啲，你有冇講？有話成日屌鳩佢哋啊，鬧佢啊啲啊。我屌鳩佢哋冇翻兩次啊！次我俾佢屌啊，真嘅。我一睇，哇！呢條友做嘢喎，即佢 preparation 做得好足喎，我咪同你搏命咯。即我唔夠膽 guarantee 全部，咁但係我知道有邊幾位係鐵定咗噶啦。三上咪因為我 design 個 pattern 幾靚嘅，你要唔要睇啊？咁所以某程度上，譬如我去撫摸佢嘅胸部。咁唔係我，即係我吸曬佢人咯。咁我一定係喺側邊咯。即係大家一定係最想知噶啦，有冇一打二啊嗰啲位置？一抽五咯。唔信係咪㗎？唔係我講個堅嘢俾你聽。好。哦。喂，啊，好耐冇見。系，多谢你今次啊，有 studio 你自己 studio 啦，系，非常开心啦，系，点咧鬼哥？地方唔错，嗱，揾得你咧就真系好多嘢倾，实在，即系上次 catch up 都讲紧好多年之前啦，系，咁啊，而家就慢慢陆续你就越嚟越多嘢搞作啊，咁啊，所以就先问下你，当然要问嘅就系有关反核啦，系啦，咁啊，招职翻嚟啦，即系相隔咗咁多年之后，佢终于都翻上身啦。想問下你嗰個感覺係點咧？即係咪好似一個老朋友翻嚟揾你？嗰個感覺係點樣嘅咧？個感覺就係、是、即係始終你反咗第一季到依家都六年啦。我六年啦。六年啦，我卅幾拍到今年四十啦。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嗰啲那個中間 range， 即係我只會覺得就係、是，因為人會大嘛。你唔好講話六年啦，六個月你都好唔同啦，六日都好唔同啦，係咪先？你問翻我，咁第一季一係有少少有少少得意嘅，就係、是、因為我冇乜點講嘅啫。招職個 ending 咧，第一季咧係比較癲咁。其實咧係未諗到嗰陣時有冇 season two 嚟嘅，咁所以一定係好到最 all in 嗰只。係啦，咁就撲街啦。咁點算咧？因為打太勁啊嘛，個尾拱到。就嘣嘣聲啊嘛，咁變咗即係你要我攞翻嗰，因為第二季嗰個時空咧係連接翻第一季嘅，哇！即係緊接，即係我要揾翻六年前 last 嗰個 shot， 去入翻落去嗰個位度啦。咁呢即係俾首先即係我覺得外形上我要追翻先啦，即係呢個冇得壓嘅 ，OK。因為第一個身體啊，即係 feel 到越嚟越唔同以前啦，冇咁輕易啊，所有嘢，譬如落磅啊、成啊，即係成個形神啊咁嗰啲啦。第二，我知道即係年頭開始啦，或者年中嘅時候，我 feel 到喂真係開啊，因為啲內部料我哋自己知嘅，好老實嘅，咁我就會更加 concentrate 嘅，咁同埋再加上我真係要俾個身體去呢次真係唔可以兩三個月搞掂嗰個身形，我真係要用一年時間咯。再加上其實呢一年裡面我睇曬劇本嘅 ，OK 六十集，咁我其實不停喺度摸，咁同埋其實。招職唔會嗰個套路演到落嚟嘅 ，spoil 少少啦。所以我就係想問啦，即係你講嗰個咬係，我相信唔會係向邊嗰邊咬嘅，即係一定係向人性嗰邊咬多啲。我只能夠講，今次佢會多，因為第一季佢孤身作戰啊嘛，得一個人啊嘛。但係今即係譬如第七十集去到六十集，即係我當翻二三咁樣講啦。佢身邊多咗好多人，係多啲顧慮啦。佢會成長咗，亦都可能會更加啲。O K， 因為某啲嘢，窩裂感變成咁，咁同埋其實咧，你係第一個我講嘅。O K， 多謝你。就係佢係會有招職女嘅，安慰 C P O K， 係啦，即我都估唔到，原來招職都會有 C P C 嘅。O K， 所以為咗呢一個女咧。呢條女咧，佢一係就因為要為咗佢，所以更癲，可能會 warm 啲定點咧，就要睇啦。Why not both？ 我都要撳住你啊，夠啦！唔係因為係得你，即係第一個訪問，我講多少少啲嘢。啱啱坐車嚟嘅時候啦，即係都有啲真係啲朋友嘅多咗就喂
星牛啊，係咯，車過你啦咁啊，快幾時有啊？其實咧講真都係真係，因為嗰個投資咁大，係都成2亿，哇！咁五拍300几400草，咁我諗即係要拍一年多啲。嗯，咁我諗你投搭未中，連埋製作，我諗你 at least 你要2025先有得睇。OK， 咁同埋即係我今次唔係一嚟就係我知道曬所有嘢，我淨係拍一個 season。係，我係當season two、season three 咁拍啊嘛。咁變咗我自己對超職呢個角色嗰個情緒起伏咧更加大嘅。有時我唔知道自己跳咗去邊嘅，即係因為你知道拍戲一定跳拍噶嘛，即係好難 pick up 個情緒。我要更加去知道譬如我呢 part， 我一定要問清個導演嘅呢次，喂呢度你係咪真係 firm 拍呢度先？呢、這個呢堂景做緊嘅嘢先。因為如果我喺呢度再抽去突然間去第三季、第二季或者第二季、第三季，我咪唔得。但係我真係要啲時間轉換啊。哦。呢、這個就是集數多了，難度多了，同埋我個人真的成長了，即係個氣場不同了，同埋個角色本身也有轉變。冇錯，即係我始終即係我嗰時三十幾歲，喂仲係好撚瘋癲啊嗰啲咁樣。咁但係我依家即係好似接咗幾部，即係嗰啲人比較慈祥少少啦，都有做過好人嘅呢幾年咯。咁即係佢人成長咗，你真係多喎、啊！你做好人嘅角色諗下，唔多㗎，係咯。真係唔多啊！你不如所有我入冊先啦。除咗係要揾翻六年前嘅感覺之外，就係、是、即、就是、我同我自己嗰個冇話對抗啊，係同自己比賽啦。即、就、係、是、我點樣去揾翻阿招積翻嚟，然之後再叫佢一起成長。係咯，因為你諗下你六年前嘅鬼哥咁點啊？都唔同啦，做嘅嘢咁，但係你又即係要不停匿埋喺度磨啊，成啊，即係你嗰日日開直播打機成，咁你嗰個晏晝做咩？晏晝除咗打機，咪喺度坐劇本咯。即係冇啊！呢啲咪我要懷念翻個初心咯。即係我會感覺啦，六年啦，即係你當年嗰個演出，我會覺得可能係比較你轉一個面向多啲。而家六年後俾我感覺，你聽完你講，似乎係咦，我呢個角色我想轉移佢多啲面向。甚至乎劇本都俾咗咁嘅機會你，我可唔可以咁講 ？Exactly， 即係導演覺得佢唔止一年，係啊，即係佢冇理由一出世就係咁噶嘛，一定有原因啦。咁第一季輕輕交代咗，咁可能會逐步去拆解招積點樣嚟，即係佢 before 係乜嘢，之後係咩咯？ Okay. 即係呢個係我今次即係再演翻招積嗰個主軸，我需要擔當嗰個 function 同個作用。OK， 系咁。问一个大胆啲嘅问题啦。可以啊。有冇任何场合提任何人提过，不如搞招积传啦？好啦，大胆啊！你啊，直播啦，得噶啦，我代答咗啦，咁样。真唔真答？唔 OK， 咩啊？乜捻嘢啊？系有招积传嘅。我对咗 cam 收到啦。這句呢句咧係嗰啲 YouTube 咧，咪有啲精華嘅第一句，係有一撳有招積傳，係有招積傳，我講三次。多謝你，多謝你，我相信呢樣嘢都幾獨特。好啦，跟住就最後一題有關反客嘅。即我見你直播都啲觀眾都有咁嘅傾向，就係都有人喺街頭先你搭車都話喂招積。其實你介唔介意？即你做過咁多角色。你去到依家啦，今時今日嘅六年後，你介唔介意呢樣嘢？唔係，我 proud of 人，你嗌唔出我名，反而係嗌我角色名，即係好得意嘅。你有時諗下，你睇下我偶像啦，即係 Heath Ledger， 有幾多個人真係入到佢名？咪就係話哦，過咗身個小丑，或者我蝙蝠俠係邊個啊？Christian Bale， 咁呢個好標誌性噶嘛，即係我哋演員，即係我本人成日覺得，喂，屌你嗌唔到我名，我先成功。係啊，你嗌到我角色名，即係嗰啲咧，你係嗰個咩沙膽哥啊嘛，係嘛？你嗰個咩沙塵啊嘛，係嘛？青雲啊嘛，係咯，係啊，係啊，係啊，唔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是、喂咁。我的職業是演員，咁
觀眾睇得投入，記到個角色名，即係證明誒出格到佢某啲嘢啦。咁我個工作咪做得好咯，嗯、即係令到你哋更加去對恨之入骨，或者戥戥佢好慘，或者好中意佢又好。嗯，我的 duty 是完成了投入個故事係啦，咁反而你話啊唔係出咗應聲點樣都好，你嗌係 bonus 咯。嗯，但係你唔係我冇所謂，因為都係咁普通人一個嚟啊嘛。屌、okay. 啊！我哋好 free 啊嘛，講嘢。咁誒，即係我諗反克爾就係暫時有咁多啦，希望之後有機會正式出嗰陣有。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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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咁跟住就要講講原生罪啦。嗯。咁我都聽有呢個 project 好耐嘅，其實我 from time to time 咧都有聽你講咧、嗯，你都句對呢個 project 幾即都幾親生仔，幾有愛嘅、嗯、對佢、嗯。原生罪呢部戲你做監製個經驗係點啊？即點樣成事嘅？其實如果講成事咧，我諗即係 Kelvin 咧 ，Carl 啦，即係導演編劇啦。即係有一次就係我想見佢啦、嗯，就係要結話做二哥呢個位嘅，咁啊想同佢兩兄弟幾個傾咯。哦，即係由佢揾你做演員開始嘅，做演員嘅。哇！即係嗰時冇什麼監唔監製嘅。冇。OK。咁啊，跟住然之後嗰晚就去咗佢哋嗰度，即係佢嘅 studio 睇啦，因為導演啊 Kelvin 佢係外國翻嚟啊嘛。係。咁啊，跟住然之後佢拍嗰啲短片，我睇過係好有 feel 嘅。Oh, okay. 即係佢玩嗰啲係去玩 camera angle 啊，去玩燈光 lighting 啊，同埋佢玩好多我唔可以話未見過，香港少華人少有啲，尤其是香港係啦，即係佢呢個 skill 同埋呢個 technique 同埋佢想用呢個手法比較少嘅，咁所以同佢傾嘅時候，咁我幾好傾，你知道我不嬲都交得噶嘛，咁啊跟住咪吹開。咦，唔係喎，得喎條橋，因為我又俾咗少少落去嘅，咁大家 jam 到咁上下咧，咁都冇乜嘢去可以暫時調整到咯，咁倒不如埋班先啦，試下 trouble。今日好得意嘅，因為嗰時佢哋兩兄弟嗰個 studio 啦，呢啲 sunshine 嘢喺上環嘅，咁我過去上環去見佢哋啦，咁啊然之後我又即刻係傾到咁上下，打俾嗰個攝影師係邊先，佢喺中環拍緊嘢，收工。我話連啲嗱嗱上嚟快，即係我連，咁啊跟住再揾埋製片啦，喺薄扶林，連啲嗱嗱過嚟快，再揾埋阿博師傅喺邊喺大埔，連啲嗱嗱過嚟快，連動作都搞埋啦，跟住真係全部人喺曬度同一晚。我記得我見 Kelvin 同 Carl 兩兄弟係三點。跟住我夜晚七八點再見曬即大家一齊聚埋咧，我哋離開嘅時間係唔知九點、十點定十一點嘅。咁好啦，我臨走之前咧，我打咗電話俾阿監製 Charlie Wong， 多謝佢先。就係、是喂 Charlie， 我話我想咗去見阿 Kelvin Carl 啦，有冇？你同我搞到咁撚大鑊？我冇講，我冇話其他人上到去噶。咁我就好記得咁樣嘅，咁我就得唔得閒依家咁啊？不如我試下同你傾下故仔啦。我當然你咪過嚟咯。咁我仲記得咧，我哋落到樓下，即係上環嗰度咧，大家好高啊，靠你啊，一定得嘅。跟住結果真係上到去 pitch 俾阿 Charlie 嘅時候 ，Charlie 覺得有意思，即係呢部戲起碼有個 message 先啦。即係部戲有啲咩 message 咧？我諗相信係你要優先場啊，或者係咯。有啲口碑出咗嚟係咩㗎啦？咁即係可能有啲位咧，我哋想表達咧係一種就係究竟佢會唔會即係無論係你嘅親人啦，留喺世上面，你明知佢唔得㗎啦，你係選擇啊俾佢離開啊，定係唔係我有個信念一定救得翻佢嘅？其實會唔會係一個互相傷害咯？嗯。即係呢一個就係其實我覺得成部戲最好嘅 message 要俾觀眾睇咯。咁你問我我最深刻嘅就係呢部戲係我有史以嚟入行11年以嚟能夠話去 pitch 一個故仔俾一個投資方去開最快紀錄。哇！好啊 ，pitch 好感恩㗎，係咪先？咁樣可以埋到班喎。咁真係多謝 Charlie 嘅，講真，即係多謝電影公司嘅，好嘛？咁另外就係我另外好深刻嘅就係、是我咧就唔係做什麼監製嘅，到呢一刻我都覺得自己唔係
即係唔好成日以為監製就去咗某個位，其實我真係都係手落腳搬下嘢一齊做嘅啫，而只不過責任大咗 ，OK， 要求多咗咯，即係可能某啲位咦，我可以有 right， 誒，我有少少意見咁樣咯。其實做監製咧，唔係你想中覺得哇，好爽啊嗰啲，因為第一你要同投資方交代，第二你點樣現場好多嘢你要去睇住啊，冇俾佢爆啊，甚至乎演員間你要聯下佢啊，即係有陣時喂有啲真係會攰啊嘛，你要氹下佢啊。其實你做咗好多 extra 嘢啦，跟住票房得唔得，你又要可能要有啲責任啲力啊，係啊。咁所以，但係我會覺得，我既然中意嗰件事，而總監制就話為阿星你幫幫手，咁我樂而不為啦，就係咁咯。即係我想俾翻少少背景啲觀眾，係未必知，其實好癲嘅件事，因為阿 Kelvin 即係導演阿岑嘉怡呢部戲係佢第一部戲，陳子軒佢作為女主角。是他第一部戏做女主角、OK? 而你去串联这件事，我不是去吹奏你，就是你去串联这件事，至到在一日之内 sell 到给钱的人去额头，这件事是很离谱的，所以很 amazing 啊，真的怎会信呢，即喂你一瓜就瓜晒了，你最重要的那几个人编剧、导演、女主角全部都是第一次做的，所以很感恩和 appreciate 真心，即是估不到的，很黐線。但是我都可以，他哋有冇講咧？唔知你想講咩？佢哋即係我哋排戲啊嗰啲，佢哋有冇講？有話成日屌鳩佢哋啊，鬧佢咯啲我屌鳩佢哋冇可能就黐緊線，我俾佢屌啊真嘅。即我哋排戲嘅時候咧，佢哋兄弟好正嘅，點解咧？佢哋喺上環嘅 studio 咧，因為佢哋有得舉嘢啊，因為阿 Carl 又做聲嘅嘛之前。咁啊，跟住然之後咧，佢哋玩 lighting 咧，顛到啲燈又紫又紅啊，又成啊，跟住我哋成班坐埋，即係 touch 大家嘅時候，好似講鬼故咁樣咧。跟住然之後咧，開頭我哋即係幾條友仔坐埋啦，跟住即係 confirm 咗子軒係女主角啦嘛。咁啊叫子軒就一齊埋嚟嗰陣時子軒好得意，好似學徒咁樣，師妹仔咁啊抄下嘢喺側邊，跟住阿導演就教佢做戲嘅。咁我喺側邊喺度整緊男人啲橋啊嗰啲嘢咯，咁啊結果跟住嗰陣時有冇畫歌啊唱 K 嗰啲啊？冇，得我哋四個嘅。O K， 係啦，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喺個即係一個空間，即係大家相處咗一段時間，咁終於咁啊 Charlie 啦就俾咗一個 studio 我哋啦，正正式式真係可以有塊波，跟住慢慢黐啲 timeline 時間線啊所有嘢，即係呢個係我覺得係他們三位年輕人加上一個 uncle 砌出來的一個過程，一個 memory show，所以他前期即子軒演得很好，Kelvin 和 Carl 的 preparation 做得很好，我自己中間作為即一粒齒輪呢，我自己覺得我最大功能是什麼，我找了 Ollie 回來，跟住錄了張文張卡，攝影師和美子，攝影師和美子，即我覺得找得最好，即係我能力範圍內叫得到，而 Charlie 又覺得可以，即係個 mix 啊，同埋當然啦，人哋要中意咗你件事先，係咪先？即係你譬如你每一樣嘢都講要信咗先，係啦，咁仲要信第一次做導演，第一次做編劇，第一次做女主角，係啊，係咪先？我你話齋，好離譜。咁所以成件事係好感恩嘅，講真，即係依家諗翻起都覺得 amazing， 真係係同埋出到嚟都即係講真好太 Q 嘅機會極高嘅咁樣，但係出到嚟估唔到真係即係喂原來都幾首先阿 Kelvin 嗰個手法咦都幾純熟喎，原來睇出嚟，跟住阿陳子軒我係唔知嘅，我原本唔知佢第一次拍嘢嘅。我是不明白，不是我剛才訪問有問他嘛，你知不知道自己勁在哪裡，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別人給獎勵，他都不知道的，即是這件事是很厲害，但是他說了一個重點出來，即是聊天說 我是沒有想過的，他說其實真的靠你們華哥和曾光叔彈，真的給東西給東西，他說這一點，那我那一刻就叮一聲了。那我想問呢，你其實都很多跟新導演有合作過啦，一些即係好知名的導演合作過啦。這一位是一個即係新生浪潮的導演嚟嘅，外國翻嚟嘅。覺唔覺得他在工作，即係喺 admin
拍攝個製作層面上面，同純香港大嘅即係拍嘅導演有冇一個好明顯嘅分別？如果你計嗱，即係譬如大家傾偈交流上咧，就冇分別嘅。OK， 因為佢唔會話佢以前係 Marvel 裡面出嚟。咁就即係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反而佢係好 humble， 即係佢係對所有演員或者你茶水姐姐、Pauline 姐或者老闆都係好 humble 咯，所有嘅，即係我會覺得係好舒服，同埋佢會聽 ，OK， 因為我會覺得新導演有啲真係會聽，有啲唔得，我要拍我自己嘅，有幾種噶嘛，咁我覺得 Kelvin。是屬於呢一種，大家會 jam 咯，係咯，或者就係佢會靜雞雞會走落去，不如試一個咁，係咯，因為呢啲 talent 嘅嘢係好少教噶，即係好多就係會拿住 walkie， 喂阿星啊，咁啊一陣間咧啊放翻大啲，或者收翻細啲啊，但係會走埋嚟，即係因為不如咁啦，係啦，即係呢一種我會覺得係即係又係嗰個 want to be 係一個 director。即係佢識點樣做咯，同埋即係佢喺現場執行亦都係好有 system 嘅。O K， 佢啲分鏡啊、場口啊，全部係畫曬 storyboard。O K， 佢係好 system 化去做每一件事。佢 even 好似你揸住個 pad， 佢係會同阿攝影師 Ollie 咧係會話：喂，我一陣間我呢部機要咁樣走，再咁樣走。跟住佢唔知道用啲咩 app 咧，佢係真係可以咁樣行曬出嚟。O K， 係即係 visual 睇到。Yes， 佢喺一個 four plan 裏面度咁樣去話俾你聽，咁你咪簡單易明嗰啲嘢，即係啲 extra 嚟噶嘛。你現場齋用把口講都得，但係佢唔使喎，佢直接俾埋你睇喎，你咪慳好多時間咯，係咯。咪但係呢啲風格唔同啫。即係你賭上王家衞嗰啲唔會啦，你去到現場先至嚟。唔係因為佢哋個經驗夠啊，有經驗又啦，同埋佢 presentation 得，同埋佢有自己班底嘛。咁但係譬如你去到新導演或者Kelvin 呢只啱啱我哋叫唔好話回流啦，即係翻嚟香港新浪潮咯。係啦，新生浪潮咁樣嘅。咁佢會用佢嘅方法就係諗定點樣令到人家舒服咯。呢啲咪 respect 咯。即係我哋演員又好點樣，或者你嘅監製又好點樣都好啦。我一睇，哇！呢條友做嘢喎，即係佢 preparation 做得好足喎，我咪同你搏命咯。係啊，即係呢個好細微嘅嘢就知㗎啦。哇！呢真係正啊，入肉啊。咁、okay. 啊，完婚最差唔多啦。跟住我哋進入呢、這個唔知道你可以講幾多嘅環節啦。盡講啦。就係將會喺個標題上面擺第一啲流量密碼嘅嘢，屌你！係啊，咁啊講向西二啊，要係啦，咁講向西二。咁我第一個問題係我見你都有啲腼腆嘢講開呢部戲，我想講究竟一路向西第二集十落有幾多鐵？不如咁啦，我直白啲同你講啦，即係。嗰五位老師甚至乎再有啲 bonus 咧，就係鐵定咗噶啦。哇！係啦，咁究竟係邊五位呢？我就知道一兩位嘅啫。我即係唔係報道嗰五位嘅？唔係，即係我唔夠膽 guarantee 全部。咁但係我知道有邊幾位係鐵定咗噶啦。Okay. 三上。OK。咩追咩男啊？唔記得。拍翻喺度。咁呢兩位老師即係都喺度噶啦，咁啊舉例來，係啦，咁聽到都興奮啫，咁係咯，大概係咁樣咯，再加上就係來年嘅我收到風好似都三月度會開機嘅，會開機，會開機，即係大部分都日本拍好，香港同日本都要 ，OK， 嗱，其實呢部即係我諗都叫打正程式片啦。一定啦！拍呢類片同你拍招積都好唔同噶嘛？你個準備係點噶？我準備講真咪，首先係做翻同一個角色嘛。係啊，咪即係因為向西 Frankie 向西仔十一年後變成點咯？係啊，咁所以我今年點解要係咁操翻個身形就係咁咯。咁但係如果你歸類我係屬於咩咧？我係屬於商業片種嘅演員嚟嘅。咁我嚟係要娛樂大家。OK， 呢個係我覺得其實大家忘記咗有啲初衷位，
準備功夫都要準備，咪就係我放鬆嚟做咯。呢、這、一個 OK， 因為我會覺得向西係一個人嚟噶嘛。嗯，招積都係一個人，但係佢只不過佢真係嗰個反社會人格或者佢個背景唔同啊嘛。嗯，咁反而你向西仔 Frankie 佢大個咗之後，我都好想知啊。其實我依家我係收到護士大綱嘅啫。OK， 係啊，我未佢哋揼緊嗰個劇本定係分場。是啦，但係佢變成即係 Frankie 變成一個大概咩人，你而家都知噶。我約略都知嘅，係、okay. 啊，約略都知嘅。咁真係唔講得啦。咁當然啦，係啦係啦。但係我覺得幾好玩嘅，因為睇翻即係如果我諗我會做個 preparation 好簡單，我睇翻一輪向西嘅自己係點，即係我一定要攞翻阿 Frankie 嘅神韻出嚟。佢大個咗之後，佢變咗一個事業有成、成家立室的Frankie 啊，即係西仔啊，定係佢變咗做一個 pick up artist，P 黑化，係啦，溝女無數嘅，呢、這個我就唔講啦，係啦，呢、這個我就唔講啦，係。OK， 跟住我另外關於準備，嗯、我想問你而家都係好張健聲啊，你都係講緊個角色點樣準備，即係喺愛情動作方面有冇嘢要準備？如果你真的愛情動作有什麼準備，那就是沒什麼特別好準備的，不是因為我天生的 pattern 挺漂亮的，你要看看，說真的夠了，因為挺滑挺挺的、啊、我這個人情還不到給你，不是的，即是我覺得我自己有看自己的嘛，十一年後我 pattern 依然這麼滑這麼漂亮，那你真的在說你真的在說你合約上面寫了一個 pattern，不是 no, 即是我是 for example 的，那你說準備那些東西不就是，即如果你說身形好技術性去講嘅，就係、是、當然新年啦。第二就係咪又要 shape 咗佢咯，將啲羽毛嗰啲嘢，然之後你咪加翻一啲protection 落去咯。OK， 咁因為同埋再加上同對手溝通，我呢份男同女都好。呢、這個就係我下一個問題啊。嗯，即之前講真的，你拍親熱戲，嗯、我唔覺得特別對你有困難嘅。即係簡單溝通，成唔成，親唔親你嗰啲啦。嗯。但係呢啲嗰個溝通，即可能真係舉例內老師教翻你轉頭，即係點樣摸到點樣咧？即係邊度摸得到固然，點樣摸，點樣錫，點樣摷，即係呢啲係你點樣溝通嘅咧？即係去到程式片。即係其實攞向西經驗同埋中間啲方言嗰啲經驗咧。其實向西嗰度咧已經係去到某啲位咧，開頭大家唔係好熟嘅。咁我嗰陣時第一次做男主角嘛，咁咪青咁啦。咁啊嗰陣時仲要拍 3D， 配合曬個角色啦，轉一次機位一粒鐘。咁嗰陣時咧拍到癲咗啦。咁但係譬如遇到一啲譬如新啲嘅演員，可能以前我都新啊嚇，因為向西嗰陣，再佢又新咗，咁會點咧？就係我可能臨 roll 之前。或者我哋會排一排戲先 ，OK， 係啦，即係喺片場再排多一轉先，大概個 camera 喺邊度？因為唔係我去享受，咁樣講，逐啲講個女主角嘛。當然啦，我係俾個視覺嘅嗰個觀能嗰、那個感體驗俾觀眾啊嘛。咁、嗯、所以某程度上，譬如我去撫摸佢嘅胸部，咁唔係我即係我吸曬佢人咯。冇可能噶，咁我一定係喺側邊咯。我要俾觀眾睇佢做嘅 set， 佢個 set appeal 係乜嘢，最靚佢個 shape 係乜嘢，同埋我唔可以穿崩。即係有時我哋好怕穿崩，我成套作片就係因為你穿崩，你所有嘢係要嚟過。冇錯。咁所以我哋事前啱啱講翻還原翻個基本步，就係我會同佢講聲，就係我會先 set 你編導，因為有陣時有好多冇拍過愛情動作戲片或者再親密少少嘅片都冇啦，佢哋會點咧？很縮啊！ Okay. 因為唔係佢驚，唔係佢成，係佢好 unexpect 本能。係啦，佢自然反應，你 high 到佢啲敏感位，佢一褪，咁你嗰場就 NG 噶啦，你要做 retake 噶啦。咁所以就係同埋信對方咯，係信係即係你有個 trust 喺度咯，即係。我嚟是做嘢嘅，而唔係同你嚟嗰啲嘢嘅，係咯，咪即係我大家想做靚件事去咯。會唔會咧喺呢個 realm 啊呢個層面上面、嗯、你會唔會覺得自己比佢哋經驗少好多？
有冇呢個感覺？兩樣嘢嚟嘅，因為而咁多位老師佢哋啲作品即係過千部噶嘛，唔係唔同啊。佢哋嗰種係另外一種嘅我咁樣講啦，電影啦，好唔好啊？因為有啲有劇情噶嘛，係咪先？即係我呢排有冇你有冇劇情都，你都會分 shot 啊，去 edit 啊，或者總之好多嘢啦。咁我覺得係第二種嘅拍法嚟嘅，第二種拍法嚟。即係譬如我有幸見到幾位老師嘅説話咧，我一定會問嘅，我都會好奇嘅，我都 curious 即係拍呢啲嘅時候，你哋即係究竟有時係想真係做啊，定係因為有時人嚟噶嘛，即係我哋都會聽過好多咩接落去啊嗰啲咁樣，即係我都會好想問呢方面嘅嘢咯。咁所以你問定係你會真做先？梗唔會啦，我女朋友嘅，我有，就算冇女朋友都唔會咁做啦。演員嚟噶嘛，係咪先？除非佢係我女朋友啫。嗯，啱唔啱啊？我唔知俾咩講。全部補曬，戴曬頭盔。唔係，真係嘅，兩樣嘢咯，互相學習咯，即係真係要 share 嘅。譬如你甚至向西咁樣啦，我唔知今次有冇，我估今次肯定有啲嘛。有冇性愛嘅 counselor 喺度？即係有冇教你點做愛鏡頭前嘅一個指導？導演。導演。因為導演佢知道佢自己想個畫面出到嚟係乜嘢，同埋。佢點樣剪啊嘛 ？OK， 咁所以佢會諗埋個動作大概係點啊 ？OK， 我唔好遮得太多邊度啊，跟住我要再激情啲嘅，係啦，即係可能你真係你打個 Karen， 你要真係你俾啲勁啲嘅喎，即係好似黃國琛，我要見到條脷。你見到阿係咪咁 specific？ 阿劉珊同阿張曼玉喺電話亭裏面。我覺得那場很 hot 的、因為他拍了那種激情嘛、還有一些張力啦是啦、即我會覺得這些 又怎樣計算呢是這些是靠導演和演員去撐出來的、這樣好啦、啊、最後識水的東西要有些有沒有機會透露少少即大家一定是最想知道的有沒有一打二啊那些位置一抽五唔信系咪噶？唔系我讲个坚嘅俾你听。好，人体食。哦，人体食都应该系日本老师嘅，我相信。一定啦，唔通我做？唔系，会大陆老师咯。我单独做。我有人体食嘅，咁啊一打多嗰啲真系唔好讲住啦。会唔会有啲香港人熟悉嘅场景啊？例如泳池或者火车嗰啲。我真系因为我睇咗大纲嘅，系啊，咁我觉得。那些橋呢就應該是會點都有的、即是香港人熟悉那些即我們看開那些啦應該都會有的、我相信包括埋 A 老師就是一個老師 B 老師就是一位護士那些啦應該都會有那些 costume、哇你很好啊你這麼直接肯答我即是我知足讀你肯問你是知足讀給曬你兩位哥多謝你，咁啊呢個即係大期待啦，幾時啊？係2025噶啦，相信都2025噶啦，係啊，好啊，咁啊即係，即係肯定係呢部戲第一個訪問啦。鬼哥上次同我講，佢話佢唔再做啲愛情動作片嘅訪問，我心都痛一痛，我心諗即係唉辛苦你鬼哥呢幾年，所以向西爾訪問佢應該唔做。喂，我嘅成名作係奔其真趣啊，當年。可能仲喺裏面喎，咁佢都港台有好嘅，佢哋港台有好。可能佢喺裏面喎，經理人係咯，好啊，好啊，睇住錢喎你。嚇，你講嘅屌，唔係，但係我可以，你唔使俾反應，但係我可以從阿星嘅口吻入邊 feel 到嗰五位老師未必完全係嗰五位，又未必淨係指嗰五位咯。你可以咁樣講，我淨係 feel 到咁，你可以咁講，係啦 ，OK。多謝曬你啦！咁我諗呢一刻最重要係，最重要係我真係好想多啲人睇《原生罪》噶，即係我係喜出望外嘅嚇，即係喂原來真係可以有咁有心同埋喺風格化嘅情況底下都拍出一部咁動人嘅，即係我會咁樣講。我想訪問翻你喎，Lars，你睇完《原生罪》你覺得點？我覺得動人咯，即係我係有被感動到咯。嗯，呢點係最重要的。咁其次就係真嘢喎，真嘢，咁佢又唔好噶，
呢樣又唔好啦。咁另外一點好嘅就係個餘韻，個餘韻即係行出戲院之後，係啊，仲會傾下。唔止，仲會繞兩諗，繞兩三日咯，嚇，仲會諗咯，即係啊呢個收得靚喎，即係佢有印咗我腦度喎，啊啲畫面啊，啲音樂啊。咁樣呢個難得，即係新導演講真，好多時都冇乜大 expectation，尤其是佢風格化啊，即係你話你玩寫實，而且係做咗好多年喺香港做副導演或者做導演組嘅，咁你都有啲 expectation，但係對呢位新生浪潮嘅第一部冇乜 expectation 情況之下有咁嘅成績，我覺得我頭先有同你講 off cam， 即係我自己喺呢度都唔怕講，我覺得金像獎提名係會有的。邊啲就多謝你先，系啦，邊啲就講啦。記住大家嚇，2024年嘅1月18日多多支持啊！冇錯，差天元新聚啦，一定要，我覺得 OK。Thank you 你張健成 ，thank you， 非常之好大方你今日答，係非常多謝，好，拜拜。